实咱三个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所要看圣经才是记载伫新约四道经段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。四道经段第十八章第一节，一节了后，保罗离开雅典到哥林多，拄到一个犹太人，名阿布拉，出世伫本都，甲伊的某叫基拉，拄啊对意大利来。因为克罗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，保罗就救了因，因为因同工家。就甲因三角店合作做，因的工家就是做布棉。但咧按旧日，保罗伫会堂辩论，苛刻犹太人到希利尼人第五站。西列提摩太对马其顿到来时，保罗就为着道理之迫切，对犹太人坚称耶稣是基督。因对着伊放荡的时，保罗就换衫对因讲：“你的血归伫你，无我的关系。”但了后，我要就军外邦人啦。第七站就离开去，入一人的厝，迄人名提多犹斯多，是敬拜上帝的人。伊的厝伫会堂的隔壁。第八站。管会堂的人名吉利斯伯，甲全家信主。哥林多人也侪侪听见，信来受洗礼。第九节，你是主伫异象中对保罗讲，无得惊，就讲唔通静静，因为我甲你伫底，无人要攻击来害你，因为我有侪侪百姓伫这个城。第十一节，保罗住遐一年过六月日。在因中间将上帝的道理来教世人。以上是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节，这是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经故事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第九节。咱三个来读：迷信，主伫异象中对保罗